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钟辉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啊。咱们开始喂这个秃头蹄子，秀秀蹄子啊。这个驴来走，秀蹄子去，这有900斤这个的啊。600斤。师傅这么做准备工作啊。看这个蹄子。直接上凳子了啊！悠悠，放这儿！哎呦，小美女。都干了，加把劲儿，加把劲，加把劲，加不了劲了，没劲了，是不？干了他了，嗯。水分都没有是吧？嗯。掉了。烂了。大家。哎呀。这。不，真臭！我的那不，鱼，鱼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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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，嗨，现在也丢人了。哎呀，这一块儿，鱼，鱼啊，好嘞。江城，这一头母驴这么大，好嘞好嘞，这第三只驴子啊，绝绝的这个母驴是这个圈是不是很鱼是
翻这骡子是很好的模板。有有有有，我里边进坟墓了，我看。我操！掉掉掉掉！最后一只踢的啊！哎呀，这只踢的哟啊！鱼鱼鱼鱼啊鱼啊走站住鱼鱼鱼鱼有有真的吗？那会的，会的，这是会了是吧？会。好嘞，好了，走吧，自由了。现在走一走，看舒服不舒服？舒服的多了。那肯定的。这屋里头。大家好，我是钟辉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啊！咱们又抓住了一头开始喂它秀蹄的，特别的淘气，咱们去看看。走吧，秀蹄的去。他特别害怕，你看。害怕的，害怕的。全起来了。这个这么大，噱头子似的。质量够齐的。有的听着多很差的这种，猴子咱还稍微的好点。有的是你修。第一只蹄子啊，直接上凳子落底部。预备，嗯。预备。咦咦哟好嘞，娘的我养活可棒家了，这脚丫子是吗？你踢我养活哦，然后你咦别动啊，哟哟第二只蹄子，好动了啊！对，别动了，穴完之后得舒服了。有，有不？有的。鱼啊第三只蹄子确实没有鱼，
鱼哥，这还这么大地方多用的。哎，鱼，前面多养着。鱼不？养了四五十头鱼。对对。那是站的，那也是别的地方。哎。得，最后一只蹄子，别动了，最后一只蹄子啊，马上也获得自由了。嗯，鱼不动，好走，好来。鱼不动。鱼，好嘞，好嘞，站嘞，好嘞。鱼，鱼不，好走。鱼，鱼。你不是白看了。嗯嗯嗯，好了，走吧。